我还没有去排练呢，我刚吃完饭，我可能就直播一会儿会儿吧，我就要去排练了，因为感觉自己感冒也说不了太多话，然后就因为明天还要录音，因为我明天还要录音，所以对，关键是我这个嗓子，我在想明天怎么录音，而且我明天录音的歌我还没有学会。我还没学，因为这几天一直在忙，我还没有学会怎么唱，但是我明天就要去录音了，但是我等会儿还要去排练，但是呢我现在就很烦，我等会儿排练排完练然后学歌，学完歌之后我就差不多吃个药我就赶紧要睡觉了，赶紧要睡觉，不然就真的人遭不住了，人有点遭不住了，我就播一会儿会儿，对，没有办法感冒了，对，你看我现在桌子上都是药，各种药，谢谢 A 零，谢谢 A 零送的99个应援棒，我还欠你一首歌。等我感冒好了，立马唱。没办法，录音还是得录的，不然会。因为我有想过要不要等我感冒好了之后再录，但是我觉得这样越拖会越欠越多，就是你很多事情都不能拖，因为你越拖你会越欠越多，因为明天要录3首歌，如果你拖到后面一次录音的话。后面一次录音可能也要录这么多首歌吧，那你这样加起来得录6-7首歌，那怎么行呢，肯定要明天录掉，然后对，主要我很烦的是我在这个节骨眼上生病，我就觉得很烦，因为这个节骨眼上很多事情没呢，因为我化妆了，但是他没化妆呀，他今天可能没有化妆，对，主要是我非常讨厌就是自己在这个节骨眼上生病，太烦了，这个节骨眼上生病你不能就是你不能拖，不能休息，你不能请假，因为你一请假你会落下很多东西，然后你就会越欠越多，因为这几天除了录音拍宣传片，还有那个什么，我12点睡不了，我还要去排练呢，怎么可能12点睡？还有要那个什么呢？哦，还要排安口的，你知道，今天不是青春的约定安口吗？然后20号还有一首安口，然后我们前天排安口。我起都起不来，我就跟老师请假，我说我说我感冒了，然后那会儿还有点低烧，然后就跟小朱老师请假，我说排安口，对，安口每场都换新歌，所以要排，所以就很烦呀，每场都要排新的，然后我就跟小朱老师说。然后呢，然后就是说，然后我说要不我自己单独学，后来呢我还是去上课了，然后是很晕的在那排练，就我站位都左右乱站，就左右反着站，因为我觉得我起都起来了，衣服都穿好了，还不如去排练呢，但是排练的时候又很晕，没有，我昨天睡了一天，
我这嗓子不能说话，再说话明天录不了音，不能说话，所以我今天就播一会儿，我真的就播一会儿。这叫什么？沉浸式感冒，沉浸式感冒直播。那不太好吧，那多无聊啊，你们就看我，那也太无聊了吧。我好烦啊，因为最近很忙，我不想现在感冒。谢谢热拿铁送的十个秋天的奶茶，谢谢。哎呀，我能不能跳一个，我感冒感冒的真的不是时候，我能不能跳一个不忙的时间段感冒呀，我真的好烦，我现在太忙了，我快忙死了，救救我吧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我要不就是祈祷感冒快点好。对，我上次感冒是一年前，一年前的也差不多这个时候吧。我感觉我是每年都要有一次感冒是吗？每年这一次这种时候感冒，一年一度感冒。最近是有点忙，是有点忙，是有点累。哦，主要最近心力憔悴，最近心情也不是很好。我都瘦了很多了，我一感冒，再加上感冒也会瘦，因为我一天不吃饭，像我昨天就是睡了一天，一天都不吃，因为我吃了那个，我喝了那个感冒药之后，我早上起来觉得很难受，然后我就给自己冲了一杯感冒冲剂。然后我就昏睡过去了，我感觉自己就像昏迷了一样，我就一直睡一直睡一直睡，睡到了五六点吧，然后起来饿了，然后八九点的时候又开始睡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有这么多觉可以睡，好搞笑，我就一直在睡觉。谢谢 Kevin 送的一个秋天的奶茶。哦，我今天上公演之前吃了，因为我把药带着了，但是我特别后悔，我上公演之前吃了消炎药，吃了五粒消炎药，然后特别晕，我都不知道我打拳的时候在干嘛。重点是我都不知道自己打拳的时候在干嘛。对，我应该没有吃错吧，我之前还吃八粒呢，我应该没有吃错吧，因为他说五到八粒。我没有吃错吧。哎，叫什么呀？你们这样让我很害怕。我看的是说明书，不可能看错吧？是五到八粒啊。哎，你们这样让我很害怕，我应该不会吃错啊。叫普地什么什么什么。哦，普地蓝消炎片，一次五到八片，一日四次。普地蓝消炎片，因为我之前嗓子很严重，很痛，然后我就每次都吃八粒。
我是不是不应该吃这个药啊？完了，我是不是吃多了呀？因为我觉得之前很严重，所以我才吃八粒的。对，我觉得它没有效果，救救我！我应该吃什么消炎片比较好啊？我感觉它一点效果都没有。停的话，那我嗓子不就很痛？我现在不知道我应该吃什么药。头孢吗？头孢是处方药吧？得开。对，我得问问医生，我得去药店，我抽空啊，我也没有空，我想想我也抽不了什么空，抽空去没时间。关键是我没有空，我天天都没有空。想睡觉。这首歌是盘尼西林的《梦在黎明破晓时》，就是我怎么被你们看到我喝可乐了？不小心被你们看到喝可乐。感冒还露个肚子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最近穿的可严实了，绝对没有被你们抓到过露肚子的时候。有啊。我这件不就是遮住肚子的吗？这还是件毛衣，也不算针织衫，没有露肚子。难道我要穿个秋衣吗？我也没有秋衣。我的嗓子怎么越来越哑？我的妈呀！就是我要少说话了，不能说话。我没有时间啊，打吊瓶你们知道要在那里等的。主要我白天都没有时间。难道我要去挂急诊吗？应该会好的，我在，就是人难受，那个机器人太慢了，我嫌它太慢了。我再看看吧，如果还不好的话，我再去。感冒一般不都一个星期就会好吗？所以应该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没事。我查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查了小红书，我连
感冒吃什么药我都查小红书，我也太搞笑了吧！主要我想看哪个药就是见效快，就是效果好，因为我之前吃的那些药，什么感冒冲剂一点用都没有。然后我就查到他们说这个比较好，感康的复方什么这个东西，然后我打算今晚喝，不对，今晚喝它。今晚喝它，应该不错吧？我就是感冒，零一点用都没有。这个吃了犯困，完蛋了。对，这是药片。这个吃了犯困，那我明天还能录音吗？我今天晚上吃了，睡一晚应该还行吧？应该不会很晕吧？这个是不是很有用啊？小红书说它很有用，好搞笑！我连这个都要看小红书，也太搞笑了吧！一般，那什么有用呢？什么见效比较快啊？我吃那个冲剂是一点见效都没有用哎，头孢吗？我觉得头孢还是少吃吧，头孢会多吃了会脑子不好吧。那我希望他快点好吧，拜托。我接下来还有事情，我还要排那个尬舞大队的舞蹈。我还要排尬舞大队的舞蹈，新舞蹈，新舞蹈。然后，哎，我又回不了家。然后还有很多东西要排。哎呦！你关注了吧？我忘记了。我关注了吗？不是月更吧，就是看忙不忙吧。没关注吗？哎，你们可以看到我关注了谁吗？尬舞不是月更，就是他就是有时候忙的话就可能比较晚，有时候不忙的话就那个一点。啊，是吗？我感觉现在都不像是月更，感觉现在一点都不像是月更哎。我知道，我会多喝热水。几点录音？1点出发去录音。1点出发去录音，好烦啊！为什么要录音？谢谢乔治送的一个秋天奶茶。啥时候排练？我就是直播完就要去排练，直播完卸个妆吧，再去排练。然后排练完洗个澡就睡觉，洗个澡吃个药睡觉。
我播到我在我不我到15分关吧。明天录完音还要排练吗？哦，不用排练。哎，但我觉得录音也好煎熬呀，要一直在那等。好羡慕呀。谢谢小小子送的一个秋天奶茶，会多穿一点的。我最近都穿羽绒服呢。真的真的，最近都穿羽绒服呢。对。好累呀，最近好累呀。我超级瘦，超级瘦，超级超级瘦。哎，我的保温杯去哪了？没有烧热，我等会儿去卸妆的时候烧热水就正好。没有，感冒药没有用。我等会排练完回宿舍的时候再喝，不然明天起来会那个犯困 我觉得我唱歌应该还是可以唱的吧，毕竟也没有很哑吧，只是有鼻音。只要明天起来没有加重就好，还是可以唱歌。对，只要嗓子没有哑就行，哑了就真的要改天录音了，真的。
累了，只是累了。感冒了，感冒了就是这样。对，我要去排练了，拜拜。卸妆排练，卸妆排练，拜拜，拜拜。好好照顾好自己吧。哎，真的，我的经典名言是正确的，对自己好一点。对自己好一点吧，拜拜。